同学比较 confused 就是，哎，这个地方哈，我这个 data 前面没有这个什么等于有没有？就是它的参数名称，后面的话要带什么资料？OK，那这边也是有，这边后面带的是 index，就是把那个什么 index 这个东西丢给这个 index，好，这个参数，然后让它转换成 data frame 啊。不过我觉得这同学问的问题蛮好，就是那为什么这边有啊，data 这边就没有？好啊，其实特别注意哦，如果说将来你传参数哈，哎，你会发现这个参数应该怎么传哦？有时候游标里面会给一些讯息，那我把它点击之后的话，它会到那个 data frame，你会发现它实际上是一个类别，叫做 data frame。OK 啊，类别实体化之后就一个物件的。OK，所以啊，里面至于怎么写啊？你会发现啊，就这么多了。不过重点不是要叫你去看他人家写什么程式，而是说他这边底下也会有一个说明，他的参数有没有？第一个一定 data，第二个的话呢是 index，第三个是 columns。也就是说，如果你按照顺序放的话，你就不用给参数名称。但是如果你没有按照顺序放的话哦，你就要给参数名称，而且参数名称一定要叫这个名称，叫这个名称。然后后面还有什么 data type，还有 copy 的哈，不过这个两个没有用到，那就不用加哈。所以特别注意哦，如果按照顺序应该是先 index 再 column，可是我们现在哈没有按照顺序，所以如果没有按照顺序的话，你前面就一定要加这个，如果不加会怎么样？就会错哦。OK，我们试一下，把它 delete 掉。如果把这个 delete 掉，那刚刚同学应该有试，这样应该会挂掉吧？为什么？因为传错了哈。所以它变成说应该是蓝变裂，裂变蓝，哎，出现错误了。他说呢，为什么 value l？为什么？因为四个 column pass，意思就是什么？哎，应该是只有四个栏位的，可是你却给我五个栏位的资料，或者有五个栏位你却给我四，就是那个有没有结构不对？那怎么办呢？很简单，你只要做一件事情，把这个顺序搬到前面来。把这个顺序搬到后面去，啊，不就是跟它一样的顺序吗？如果一样的顺序的话，哈，这个时候呢，你前面就不用再去加那个参数的名称了。但是如果你顺序不对，你就要加，OK？啊，这个规则不是只有 Python 这样哦，VBA 也一样，任何语言都一样，只是 VBA 哈，它的语法有点不太一样，它是参数名称冒号等于哦，它不是等于哦。它就是冒号等于，OK 会多一个冒号，所以以后你们写 VBA 的时候，你看到冒号等于，其实就是一样的意思啦，啊，只是说语法程式的语法不太一样而已。OK，而且哈，跟各位讲哦，这个东西哈，真的之前有同学问过，而且他也很认真去找答案，居然网络上没有人，书上也几乎没有讨论到这个东西是什么意思。哎，刚开始真的有同学问过我。突然我被问到有点愣住了，后来我啊，原我我，所以我才特别把这边再说一下，因为刚开始，哎，因为我觉得可能是应该知道的，结果其实还蛮多人都不知道的，而且一般书里面也没有特别交代这一段。OK，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OK，如果顺序对的话，就不用给名称了。哎，有没有？这个时候 run 有没有成功？就 run 成功了哦。所以以后如果你不确定说你那个参数的位置对不对，有个方法，Eclipse 里面会带那个有没有一些相关说明啊？你可以看一下，有的时候它会把那个它的那个参数的名称顺序会列出来啊。如果没有的话，你就是再点一下那个超链接，这边有个超链接，点击进去，它底下也会有绿色的资料啊，你就稍微看一下。不过有的时候，这些东西，反正就差不多意思了哈，我想就是也是一个顺便讲的，因为像这种东西，OK，有同学问到我就讲哈啊，第一个，第二的话呢，如果说哈，我们先接下来哈，刚刚同学改都没有问题了哈，然后我们如果说要怎么样，把这上面先删掉了，我这个是读取，如果说我今天希望怎么样改一下，哎，我们刚刚是 CSV 嘛，如果我今天希望改成 Excel。Excel，我刚刚不是有下载一个，我下载到哪里？下载区里面吧，下载，然后这边有一个 Excel 啊，在这里，
名称的话呢，叫学生成绩点 Excel 哦，我就把这个拿到这边改一下。那、啊、这个时候当然我就不能用什么，我就不能用那个read CSV 嘛，那我这边必须改什么？改 Excel。OK， 好、哦，那关键时刻来了，能不能开启呢？啊、哦，直接执行，应该同学有试过了，可以吗？不行，为什么不行呢？好，我们就要找问题，好。 他跟你讲说哈，哦，你要 import 啊 ，import 什么 ？import L， 意思说哈，你少 import 一个东西了，什么东西呢？这个东西啦，啊，其实就是因为我们没有装这个东西，这个东西它也是一个套件啊，所以他跟你讲说啊，你要 install 这个东西啦，这种什么呢 ？XLRD 啊 ，RD 就 read，XL Excel， 所以简称。前面两个就 Excel， 后面两个就 Read， 所以哈、哦，你可能待会干脆直接装一个，就 XLRD 就是 Read， 另外有个 XLWT，WT 就 Write， 也就是你要读写的话，一定要装这两个东西。那装的方法的话呢，当然很简单，就是我们刚刚有装过了，所以这个大概也没什么太多的技巧。好，打开之后，那我们就是 Python， 这个一杠 m type install， 然后把刚刚这个哈、哦，直接看，哎不是这个 xl， 刚才直接打了 xl 哈、哦，不是 e 哦 ，xl 这 excel 缩写 ，rd 就是 read， enter 看看，哎有了，他帮我找到了哈、哦，然后另外顺便装一下那个什么。 那个 XLRT WT write 嘛，哈，所以其实如果在 DOS 底下重复刚刚指令，只要按右向右键，有没有？哎，你会发现向右键，你看指令就重复了。OK 哈，所以这个也是一个技巧 ，WT， 我记得是 WT， 我不确定 ，Enter 一下，啊，有了 ，OK 哈，所以蛮好记的，一个是 RD read， 一个是 WT 是 write。 所以这两个如果有一个没装，变成说就是你没有办法读也，不然就没办法写。OK 哈，好，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基本上就可以读也可以写了。OK 哈，所以你会发现其实那再试一下。OK 之后的话呢，哈，剩下来就是 read 看看有没有办法把它整个读取。那后面 encoding 好像不用是这个，因为我们是从那个什么，从云端下载的。 哎，所以它这个应该不用加，因为云端是 Google 的 ，Google 是 YouTube 吧？哈，试一下哈，乱一下看 O 不 OK。哎，这个时候的话，你会发现，哇，马上有没有错？哎，完全正确。所以你会发现哦，有什么差别吗？啊，没什么差别，就是只是改一下，装一下，刚刚的东西有没有？哎，一模一样，就直接抓进来。啊，后面两个没错。 按照国文递减排序，没错，国文成绩改过变英文100分，哎，没错，刘小华成绩 OK， 哦，所以一次就到位了，哦，所以那个在什么呢 ？Python 里面用 pandas 哈、哦，开启 Excel 应该比想象中还简单，对不对？那剩下来就是你怎么去串了，所以你会发现哦，现在我们是教各位一段一段的。 太多可以变化了，OK， 所以剩下的请各位试一下，那画面再还给各位哈，把刚刚那个地方改一下，没有改很多地方啊。第一个你就下载Excel档，那第二个你就是去改 read 底线 C， 把 CSV 改 Excel， 那再来就是你如果 run 了一定会发生错误啊，所以记得就是安装两个这个 package， 一个是XLRD， 一个是 XLWT write，OK， 那待会一样啊，我们也许可以怎么样，再把资料写出去看看。OK， 如果可以读可以写，哇，那基本上 Excel 以后的东西哈、啊，那大体上呢就没有什么问题了。OK 哦，那以后你也不用特别说还要把那个 Excel 做处理之后才能给 Python 去读取，哦，你就直接把它开起来。那开起来之后呢，最后你就把它写出去。哦，写出去的话，也许另外存一档，就另存新档。
要不然你就是把它写出去，直接同样档名就把它盖过去 ，OK 哦，那这样的话其实用起来大家也没什么问题，只是说怎么样去巧妙的应用啊，因为这种东西说真的，坊间这部分也有谈，但是你一般都谈得很少，像我们那一本上课参考用书那一本哈 ，Pandas 有讲到，但是好像只有3页而已吧，3页它就讲完了。 Okay, 啊，很多东西都没有提到，所以有些东西，好像第2章里面吧 ，Pandas 哦，所以如果你们回去有时间，可以还是参考，但是有些书里面的知识不见得说它真的能够，完整的给你，所以有些时候哦，我觉得这个学会 Python 最难的地方，我觉得还是那个实作，真的能够把你看到的东西做出来。 哦，是相对比较困难的，所以为什么我建议各位哈，一定要找机会练习，这样去考证照，其实也是一种练习啦。所以说真的，你要把你要坐在那个位置，把那件事情完成，而且能够拿个70分哈，最好拿100分的话，如果你100分，你应该会非常有信心的哈。而且你把它做完了，拿到证照，我觉得信心应该就增加许多了。我觉得有的时候你走不出去，大部分都是自己没有信心。 会感觉，哎，到底我可不可以？那行不行？哦，那最好是就是你自己，能够对这个东西也有一定的掌握，然后呢，也能够愿意哈，不断去尝试，因为像这种东西哈，还是正很多东西正在进行当中，而且你会发现它还在正在更新。像我们之前讲的那个 YouTube 下载啊，前实践上课还好可以run。 上完课之后没多久，他就不能 run 了。那为什么？我刚刚我讲啊，其实那个作者可能自己现在也在修正吧。 OK 啊，其实里面好像就是他用了 R1， 有没有 R1 那个正则的表示法？可是那个好像有一些错误还是怎么样，他去修正啊。当然你也可以手动去修正啊，可是怕是说修正这边又坏那边，所以不如就怎么样，等他修正完好了。 哦，像我这种，我实在不想去伤那个脑筋，不然真的伤不完脑筋。哦，要不然的话，就是你再去 try 别的。其实从 YouTube 下载除了用那个之外，还有别的啦。哦，可能也许同学可以去找找看，如果有找到更好的也试出来，当然也可以分享一下。OK， 那这个部分哦，请各位再多多试。那我记得我刚开始就是真的。 反正就会累积很多的，就是 try 很多东西，然后也会把它不断记下来。比如说像我们今天教的，哎，很重要，那你就把它写在笔记本里面。那以前可能会写在笔记本哦，可是常常会忘，就放在哪里，就后来不见。所以我习惯放云端，云端上面也比较好找。那我习惯是放在我的 Google 的云端硬碟上面啊。OK， 那当然上课也很好分享。 或者我前面讲过，你可以这里申请一个 GitHub， 有没有 GitHub？ 就是有没有 GitHub 的这个账号嘛？你也可以把你写好的程式，也可以把它放在上面吧。哦，啊，以后 real run 也比较好找。不然最怕就是说你现在会哦，那你过一段时间之后呢，你又没有把它留下来，突然间需要了，哇，那就头痛了，对不对？哈，那你要想一个方式。 能够在最短时间又恢复你现在这个最佳的这种状态的话，那有什么方法 ？OK， 这很重要哦，不然的话你又要重来一次，这又不知道多少时间了。像这东西哈，如果你有些东西现在会写，你留下来马上 OK 了，但是如果说你没有留下来，下一次要再找，哪怕只是一个地方坏掉。 或者一个地方 run 不出来，我看你应该也就头痛了，对不对？哦，像刚刚每次，就像有些东西就差一个步骤，哦，那为什么错？哦，有时候光找那个问题，找一整天都找不到答案，这种经验应该大家都有啦。像我就很讨厌这种经验，所以我的习惯是说，我如果现在会哦，我一定之后要弄也要马上会，尤其像我们上课哦，我可能说我今天。 上完之后，下一次我又要重新再写过一遍，那我就累死了。OK， 每次
光准备上课的东西我都准备不完了。OK， 好，所以尽量像我的习惯也是，凡走过也一定要留下痕迹，而且留下痕迹比你走过更重要。OK， 你走过不算是不一定就一定算你真的有到过那啦，就像你旅行一样，有的人问他说：“哎，你不是去过那边吗？”哦，没有，我只是过客，或者他可能是跟团的吧，哦。 因为导游带他到那边，他下车，他下车他就晃晃，到哪里他根本也不太知道，好，所以他也没有记录下来，所以这怎么样把一些东西记录下来，其实远比你现在会做，我觉得哈，可能还要更来的更重要了。OK， 好，所以这部分的话哈，请各位就是在完成刚刚讲的，就是 read Excel，OK， 哈。 啊，最后的话呢，请各位再把它 write 出去啊 ，write 出去啊，你这一题来看，后面的话写出去也非常简单，写出去 df 点怎么了？后面加一个 to Excel， 刚刚是 read 底线 Excel 嘛，现在是 to Excel 就好了。哎 ，to Excel 有这么简单吗？哦，试着就知道了。OK， 所以哦，我如果把它再加一行 df。 写出去哦 ，OK 哈、哦、，Ctrl C 一下，写出去是一个 Excel 档，然后最后的话呢，我就直接把它怎么样，就是 DF to Excel， 然后档名的话，也许我叫什么叫 Scroll Out 好了 ，OK 哈、哦，然后放在哪里呢？放在我根目录，我路径就不变动，我就是这一个，然后把它直接怎么样，直接执行看看，看看会不会 OK 哈、哦，所以 DF 点 to Excel。 有没有错误讯息？哎，有错误讯息。哎，不对，他这边很奇妙的，他还缺一个。OK， 所以刚刚 XL right OK 了，然后他还缺一个叫什么 ？Named Open Py， 哦 ，Open Py XL， 所以哦，又还在装这个东西。 Open 哈 ，Py Excel， 如果说你要写出去的话哈，还要再装一个叫 Open Py Excel 了哈，这东西装起来，应该就 OK 了。我印象中好像比想象中简单一些些，等于是说你将来在那个 Data Frame 里面处理完的东西，一样可以再把它做输出。OK， 所以我把它输出看看哈。那这边的话呢，我把它重新再安装了。 然后它这个它有解释吧，哈，它主要是要开什么 workbook 就是在那个 Excel 里面的工作簿啦，工作簿就是 Excel 的档案。OK， 要利用它才能够去开启那个工作簿，工作簿就 Excel 的档案。OK 哈，所以基本上呢，哈，我们把它 run 一下看看，应该哎 OK 了，然后也 write 出去了，没有失败，所以呢，我们重新整理看看，重新整理的话就是。 在我这底下哦，把它怎么样 refresh 一下，看一下有没有那个 scope out 点 excel， 哎有了哈，啊开启会乱码看一下，如果没有乱码，那表示应该是 OK 的，哎开起来成功了，好，而且恢复这个哈，另外还有一点有没有发现，刘小华的100分也被变更了。 有没有？也所以你刚刚变的都会把它记录下来哦。啊，另外的话哈，我们其他这个变更的部分吧哈，所以如果你将来在那个 data frame 的变更，也可以同步把它做存档输出 ，OK 哈。所以这个应该，所以今天至少我们还要学会怎么样，可以读 Excel 档，可以输出这个到 Excel 里面去。啊，主要是利用那个 Pandas。 哦，所以这个 Pandas 非常重要啊！当然，我们主要把最重要的几个那个 function 就带一下，但是还有更多啦。哦，那个实在是有点话，如果你要用的话，你就可以再查一下，里面包含还有后面我们还有会带到几题哦，像那个今天讲的第301，那你们可以再看一下303跟310嘛，啊不，305啦，哈，305的话这个。 更多了，这个305里面的话哈，你们可以看一下那个档案是305，好，所以这边这应该是我把它改名称，因为每个都要 read 点 csv， 那我这个305哈，它里面呢
哦，不过它这里面等于是那个登革热的相关资料啦，因为它这个是乱码，我把它用，把它直接再输出一下。啊，这个资料的话，哈，它里面基本上呢，就是包含就是哪个区域啊，这边总共26个栏位，如果你之前不会用那个 pandas 来做的话，哇，那恐怕你就头晕了，就是 A 到 Z， 那总不可能你建 A 到 Z 有26个这个栏位，那你怎么办？26个栏位全部都来吗？哇，那就头晕了。OK， 所以那我们需要统计什么？统计这个里面哈，像305的话，就是要统计这个里面哈，各位可以看一下，统计这个登革热里面发生的区域哈，哪一个地方应该是最 最那个哈，所以第三类里面，各位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先稍微看一下305的这一题。这一题基本上这个是什么？登革热病例统计，主要就是要叫我们做什么呢？开启这个 CSV， 所以一定要把它读到哦。这个我想你如果不用 pandas 哦，用其他方法大概就不恰当了。 再不然还有个方法啦，一般就是先丢到资料库，再从资料库做一些存取。要不然的话，如果你不放资料库哦，你就用放 pandas， 可能会是相对起来会是比较好的方法。这个我刚讲过了，就有点像丢到 Excel 啦，你就把它当成哦，它就是有一点像虚拟的一个 Excel 哦。然后呢，做什么呢？用递减哦，特别重要，递减刚刚有讲过嘛，哈 ，ASC ending 等于。 应该是出来 false 呢？递减的话应该等于多少？等于 false 嘛，哈 ，true 的话是递增 ，for 那或者你输入0也可以啦，0的话就递减嘛，哈，然后呢显示什么居住县市的病例人数，所以你要把那个病例人数那一栏里面呢，哈，把它做什么人数加总 ，total 起来。 不过像这个其实用枢纽分析表哈也蛮快的，只是说当然我们就是不能用枢纽分析，不过或许我可以先用枢纽分析run一下，哎，就啊怎么这么快？对，其实蛮方便的。但我们现在用 Python 就是最好两个都要会，两个可以验证一下哈。然后呢，显示什么呢？感染病例最多的5个国家，OK， 并且递减呢也是递减哦，然后显示台北市病例人数。 显示台北市最近病例的日期 ，OK 哈，所以如果你们老板需要你把这些资料提供出来，甚至还有更多啦，有没有？你说哎，赶快给我什么东西，哎，赶快给我什么东西，每个都要赶快，这个也要赶快，那也要赶快，对哈、哦。那所以呢，当然呢，如果你可以怎么样，马上了哈、哦，给他。不过好像职场上面大部分，你即便可以赶快马上给他，你也不能马上给他。 对，因为如果他习惯了马上的话，他就会一直觉得说应该这个是很标，应该是算啊。OK， 好，所以这边的话呢，请各位先稍微了解一下哦。这边，哎，他最后输出这边有居住县市 ，OK， 有这么多排序，然后再来就是这个感染的国家 ，OK， 好，然后居住的 OK 乡镇，好。 啊，当然呢，其实你们也可以试试看。我刚刚有一题那个住宅的那个有没有窃案啊？其实你也可以利用刚刚的 pandas， 然后做出我刚刚做的，比如说哪一区窃盗案件最多，哪一条路上窃盗率最高，然后哪一个时段好、哦、发生率最高。OK， 啊，像这些东西啊，也是类似啦，不过那个可能就是。 要再想想看啊，尽量如果可以的话，你多使用不同资料，也能够把结果做出来，那表示是 OK 的。OK， 所以这边的话， 305跟303哈，那303这个的话是果菜批发市场拍卖行情，然后它资料已经这边有已经显示出来了，我们只是说把这资料拿到那个 pandas 里面的 data frame 去做处理。OK， 所以请各位。 试一下哈，把那个这个刚刚的 Excel 的读跟写哈，安装一些这个需要的 module 哈，然后把它做完。啊，另外的话呢，再看一下。
后面还有几题啊，303、305。另外还有时间的话，就做一下那个住宅窃盗案件的那个题目看看哦。